是维系资本主义父权体制的重要力量。赖希指出，一个强烈而且强迫要求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贞的一夫一妻家庭，事实上正是威权体制的缩影，也是养成权威人格的温床。在这种家庭中运作的最主要权力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而发展出来的身体私有制，以及按着父权逻辑来执行的父亲权威制。前者使得夫妻之间强制排他的性交关系，在实质上丧失了自发的性和愉悦，而多半是维系体制的例行活动而已。后者则勾画出父权的一夫一妻婚姻关系中，父亲与妻子儿女之间的赤裸权力面貌，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性管制。而这两种所谓的强制道德形成的人际关系最主要的运作模式。跳到下一段去了。赖希与秦亦革命的关系，我在这里提出来一个历史的假设，历史的一个分析。因为我认为他在这里并不是一方面，就大家所说的他对马克思革命的教条式套用，我认为是他对苏联1920年代性革命的反省，这从性革命这本书的后半截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时许多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领域有关生产革命才是真正彻底的革命，其他领域的都是从属的片面。从属接触不了，这些人对经济生产以外的社会脉动都抱持纳入经济的态度。换革命，性革命就是社会文化重新结构自己的客观表现。本文后半部的历史回溯，当从另一个角度来显示，赖希对于一夫一妻婚姻制、父权家庭这简单架构和必然性的假设，所以才会相信，只要劳动民主革命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操作的历史的力量。下面的话，我想赶快跳入这个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这个性革命。这两次性革命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之内，都曾经去情欲双重标准下饱受限制和监控的女性在新历史条件中的情欲创造。我下面有一些史料的部分，就是解释一下19世纪末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都会地区的一些新的人口，造成了新的人口的流动。那这些不受家庭或社区人际网络控制的生活空间，可以在进行自己活动，而且荧幕上还有示范的范本。这些硬体及活动同时在那个历史阶段普及和扩张，不但标记了情欲的可见度和强度已经大幅提升，凸显了情欲生产力的迅速扩张，而且也显示身体情欲协商模式上有重大的转变，逐步超越原本由父母和宗教道德来主导或者斡旋的交往范畴，代之以资本扩张而大幅提升的情欲强度以及多样性。当然，操作这种经济能力以满足自我的要求，因为你大概太久没动它，它就会自动关掉。
这一场的两篇论文人跟论文题目讲一下。我们的第一位论文发表人赵燕玲是康奈尔人类学博士。他的论文题目《诉兄性与性爱：台湾女同性恋的身体政治美学》。然后呢，他意思是身体的一部分，或是一个符号的一部分，它可以指涉全部的东西。然后呢，那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刚提到了很多的 T， 他都会熟悉 ，political 还有这个 social body。同时，我们怎么样到达这一步呢？我们要解放女人的身体，她的所谓的 biological body。然后呢，当时有很多有趣的 argument， 其中有一个是跟生活有关的，然后这是事实。然后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民国初年。大概都是几年的时候，广里面就是防治性骚扰这个部分，那么会我想会点出来哈，那么在反性骚扰运动上，那么各种不同的主体的呈现，那么以及作为一个所谓呼应者，那么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思考。第一篇文章就是会由古明君提出来，那古明君自己是清大社人所说是大学毕业，那也是全国大专女生行动联盟的这个计划成员哈。在性骚扰上，是女人在性主体上的差异。你不让父权将女人分化，妇运必须面对女人在物质基础上存在的差异。那当我们在争取运动，我们在运动争取之后，如果我们要到资源，这个资源是用在哪里？这个资源要怎么使用？我觉得是妇运要思考的。任何妇运，如果她宣称她代表女人全体了，可能这个女人全体，如果她不进行面对自己内部的差异的话，她只不过只是换了一个形貌，变成统治者的执行部分，夺取的权利只服务回归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了。于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能够解构啊，同时当我们能够解构好男人坏男人这样一体两面，能够揭穿大眼的时候，我们必须我只是拿一些道德规则不用变的时候你注意12岁的青少女的声音，她说：“我的同学们是那样年轻单纯，而我在12岁那年就已经老了。”另外一段也似陈雪去找天使医师的翅膀，我想起阿苏所说的，在某个地方，答案一定在那儿。在什么地方呢？我必须找到它。我不知道自己用什么方法，但我知道就是指死了。因为在那年我确定了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同性恋天使，眼睛仰望着只有对象才能到达高度，赤足走在坚硬的土地上，却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方向，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方向。一个女人与鬼，女人见鬼的故事，来带出一种同性恋政治的说法，蛮是一种预言体的吧。这个故事的原作者，就是这个故事我改造的，我改说的这个故事的原作。我觉得马上主要问的问题是，同志主要面对相当大的一个课题，也就是说，走出衣柜站出来之后，同志要怎么面对压迫他们强制性异性恋这个霸权？要看这个霸权和烟欢笑的来说，来对这个霸权说。说了那么一点点跟你们不一样，同性恋跟异性恋其实没有差别，因为我们不是，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开明的心，好男人的好爸爸。然后这个好爸爸呢就说，我没有不给你们啊，我给你们，可是你们就去哪里特定区，某个特定区，4点到6点你们用，6点到8点可能谁用。他对资源控制的方式就说，可以啊，你们我都看到你们弱势团体的存在，可是我还是要拥有资源分配的权利。意思就是说，所谓的同性恋族